开箱一种开，你做好，你要去哪？好吧，那我就先开始开绿色这一颗。 有一只，有一只癞蛤蟆，它会说我叫油桶叶桶仔，这是鲨鱼，鲨鱼，好，鲨鱼，再来第二个，哦，我找好酷，哎，哎，这是20面的骰子，有20个面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给我20？20，20，20，啊，不会对，好多面哦，40面，确定40面吗？20面啊，看，这是金鱼啊，怎么是鲨鱼？ 哦，有一个蛋黄，那来正直的。哇，那我被掉出来了。啊吧！我旁边有草了。世界大战的。一只狗。哎呦，好可爱。一只狗。狗。你看，它好可爱哦。喝水。好可爱哦。好。好可爱。这个东西要先吃掉。超值得。 我刚刚我们来开第二个。你好，我觉得是枪。谁呀？我是狗。哎，倒出来！哇，真的是枪哎！酷！哦，这个上一次我跟红出去玩，他也有转的给。这是我的主场，不要。台北，我的主场。怎么这样？这样棒啊！ 又是这样，然后这是子弹，我来玩吧。嘣！我要猜。来，你看，这真的可以射哦。你看，嘣！好难猜哦。我现在发觉开箱真的好难拍哦，找不到话说，然后又……我很多话说啊，这是你的主场，台北，我的主场。 哇，这子弹做的很逼真哎，你们看，蛋壳，它可能是真的啊，然后刺进我们的心。好像我来装，是这样。哎，我是油桶哦，我是油桶。我是油桶，订阅我。子弹。好，现在它一个蛋胶应该是装个三颗吧，三颗吧。 对，没错，三颗，八颗，好，我们就去看看它的威力有多大。它两颗，对，你们看它在喝水。好，哎，这个先暂停。好啊，大家拜。子弹，它超坏的，它射我的咖喱。等一下，我子弹刚刚试射的时候爆开了，真的。第一发试射，预备。好像太阳。 咦，废爆了！哈哈，你看我躺着。第二发，预备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好了，我发现西瓜，安静。我发现一个东西，如果把这个往下拉，会有蛋壳掉出来。蛋壳，它做的很精致啊，我也只能这样说。蛋壳，这里有蛋壳。好，我们再射一发。蛋壳，这是近距离射好了。你看蛋壳。 有蛋壳，蛋壳，我爆了，因为它是蛋壳啊！连轻轻的一个小指核都射不了。你看这有蛋壳。
吗？好啊，我讲今天的不我讲啊，我要讲，我每天都在解释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方点个喜欢我的音乐。好的，老一辈，想要看到我最新的影片，也可以点那个可爱的小铃铛哦。